水涨上来了，开始钓草鱼啊，好像要下雨了，不妙了。而且草鱼的踪迹好像也没什么踪迹啊，可能会等好久才会来吃，除非那个小只的那个调皮的跑来闹场啊，才有可能很快啊。但我就不希望遇到那种要来跟我玩的，因为不好玩。马上就来咯，这个调皮的阿草马上就来了，我有感觉他有在拉，他就认为你钓不到他，他丢一下了，下去哦，没有下去，没有下去，再下，再下，他想要把它扯断了，哎，下去了。